让我阿甲想你啊，你好咧？你要死后死计划嘛？无魂无体无路用，家己的宝都管袂住，阁想要管我？呀！即摆啥物情形啊？你阿公好，不外较好咧。你可以不要这样吗？你哪只可恶啊？你这个布局，你这个警徽啦，可不可以不要这么丢脸啊？